然后去黏，去黏倒来。无啊，黏黏薄起来。搁做连锯，搁共买啊，一日拢一两千包的白粒啊，啊，拢吃迄高阳红白。连做赢呀，迄个连鱼潭呀，迄个好好的后壁遐一个乌仔送赶大工啊，啊，吃起啊红大工啊，啊，你即摆用时十一点就爱出门，啊，等到遐一两千，买袂起，一两千包无遐够白哩。这一两单拢袂要紧，两单拢袂要紧，吓，两单拢袂要紧。啊，食牛粪是袂歹。医生甲我讲，迄个我看迄个过敏甲，啊，过敏会酸。过敏迄个甲我讲，过敏甲风湿，风湿迄个医生甲我讲，啊，你家己有牛粪，你就食牛粪。好安尼，才好。哦，牛粪，牛粪才好。若迄胃胃吼，若胃溃啊，胃溃疡吼，胃溃疡，哦，真好用诶。迄个讲会，胃溃疡讲会早时起来空腹泡食，啊，莫淋盐，莫淋糖，安尼食。啊，我有时啊，我嘛拢甲泡安尼啉啉诶。哦，恁牛粪真好咧哦。哦，胃溃疡诶，还佫会堪食。胃溃疡讲会早时拢食迄啊，啊，莫淋盐。卖南洋，啊卖南通，安尼煮啊。啊，烧烧安尼虾会使。看迄个，切落，啊用几汤匙啊，切落。看你爱食较咸，还是食较甜，啥水煮啦？吓，饮水机诶，流诶就会使啦。哦，他们他们，哦，好，这个好。饮水机就会当用。我是拢用诶，若卖食饭胃火吼，火气大吼，食好吼。哦，这个好好消息咯。会降胃火的，胃火啊，哦，真好个哦，哦，连牛粪真好用个。哦，你看医生，我知嘛，想讲要提两包来送。你，迄个当啊看两一撮尔，明仔来第二撮，要专门看会放少。哦，啊，树安尼寒了，紧来，咱来去脱衫。袂咧，安尼拄啊好。哦，安尼拄啊好，安尼做工过，人较袂惊寒。做工过人较袂惊，安尼做工过人较袂。这个腰脚骨甲脚袂行，歹行。拢伤硬个啦。拢做工。啊，你们拢少年做伤济个哦。少年都甲你讲，阿莲姐，你出几暝拢无困，后下拢活忝个。哎呦。啊，当下要困拢袂当困，人就搁摕莲姐来买我，啊有诶就配莲姐啊。啊，尾下我拢甲定讲十一点才来，伊照常莲姐甲伊摕来，甲伊送过我。哎呀，啊，都大家拢慢慢的，就想讲要塞塞，互别人去处理啊。爬袂起啦，因为咱遮山地啊。哦，遮山地，大家拢有，大家拢无用。即卖莲子工钱会起到一包百二块。好好好，莲子。真爬莲子一包百二块呢。好好好。系啊。爬莲子。无食莲子的，就是无咋爬，就是请人爬遐工钱，拢爬食莲子的爱出啦。哦，请人爬呢。系啦，爱请人爬啊。那会当爬爬一粒一粒的吗？三五，哦，啊，着八工着百二，啊，阮种诶比趁食物啦，阮种诶爱搁含八宝啊，啊，你甲看迄电水啊、电水钱啊，啊，搁肥料钱啊，买人较好趁啊，买人啊，咧种诶人上辛苦啦，真真是修行安尼吼，毋过足无用诶啊，啊搞工啊，感觉一个月，年纪咧修行，差不多一个月出头月，哦，足辛苦啊，贵啊嘛。贵啊！啊，即马都换伫收莲藕嘛，是够甜。几月份？几月份？辛苦辛苦。今年四月半过就开始办。哦。啊，办我会办到七月，因为我搁报一水办呢。哦哦。啊，报较少啊，啊，囡仔种较济啊。哦。我本地拢做教外啊，即马无爱啊。哦，那才骨啊。明年剩五分地尔。才搞做啊，侪工课。啊，做是了辛苦，爱来得多得三宝。爱得三宝。嘿哦，爱得多得三宝救咱的灵性，啊后世人会当出世较好个，较袂遐伤辛苦个。哇，有人去古墓过店，叫阮去听。爱得多得三宝。无，我说是只有做。你无闲人听，你嘛爱得多得三宝。有啊，有三宝啊。我有发现活动个呢。我哈。我有发活动。恁有发活动啊？爱得多得三宝。送啊是本钱上啊，啊像我啊，我若要去阮大姊遐啦、小妹遐，拢摕两包牛粪去，我都无搁买物件，我只好摕牛粪去。安尼是大人哩，啊三宝我，亲情还是大。我有去，拢爱得到第三宝啊。有得到，但是无去听啦。好好，啊，孙啊，拢爱赶紧得到第三宝。以
先结束。嘛袂记哩啊，迄足久个啊。迄算先结束。三观大地，甲你问讲三观是啥？嘛袂记哩。你咋哩？啊，很努力的孙啊，哦，那个。这阮小弟啊，那阮后头的孙。哦，好。那我得到第三步了，嘿嘿。啊，得到第三步了啊，嘿嘿。嘿，好好，谢谢啊。啊，得到第三步，俺孙啊，赶紧弄啊，得到第三步。先结束就都有价值啦。先栽片咱迄。先结束，先过结束就都有价值啦。